嗨，我是 NBA 大熊 Much Bear。今天为什么上面会有三只假面骑士的 Ghoster 鬼鬼呢？因为啊，这三只超适合 Rock 风。然后呢，他们手上拿的、啊、几乎都是牛蛋跟盒碗，这个都是牛蛋跟盒碗的东西。所以今天想必呢，当然就是要开牛蛋啦。今天呢，买了一组的牛蛋。那这一组呢是音响系列的牛蛋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第一颗长怎样了。这一颗是一个不知道可以拿来做什么的音响，而且很黑，看不太到到底长怎样。那我们就先把它放旁边吧。我来看第二颗啊，我们先把音箱全部都打开好了。音箱总共有两颗。哦，很明显的，这一颗音箱呢就比较有特色了，它还有喇叭的孔。不过这好像是里面的内部机械构造的零件构造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先把它放着吧，这样就有两个音箱了，增加设备。那我们来拆第三个吧。这是一个播放机哦，后面好像有可以发光的功能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。哦，接下来这个呢，它是一个唱盘机，唱盘，然后呢，它也有附一个唱片，而且它唱片里面真的是有唱片的哦，就是真的有一个唱片在里面，它可以把它，哇，它这边是不可以动的。不过可以从侧面把它给插进去。摇滚乐用唱盘在放也太尴尬了吧？那接下来是最后一颗，这个好像也是播放器，不过好像是这两个好像是一组的播放器。然后我刚刚看到了，它这里有一个好像开关，我来看一下会变怎样好了。哦，发光了！哦，它发光了！哇，这样叠起来好有气势啊！这个是后台的调音师，然后这个可以放在这边，哇，气势感更棒了。这个呢，嗯，好像不太适合放在这一个团体里面，哈哈哈哈，这可能是要民歌啊，或者是那种一般的吉他可能会比较适合吧。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摇滚乐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这个也有摇滚乐吧。这一组牛蛋呢，很值得收，因为它造型上真的很棒，可以搭配一些。那个1:12的人偶啊，或者是粘土人也都不错，身高也都还蛮大的，而且重点是车圈可以发光。原本还以为我有看到官图写说可以发光，然后我以为说它只有这两个其中一个会发光，就没想到它是两个都会发光耶，这好特别哦。不过如果是我真的想要的话，其实我会个人会比较想要可以搭配的话，我比较想要转到两颗这个。或者是四颗的，这来几颗都没差，因为摆个四颗啊，很值得。因为这一组是阿轩借我开箱，因为我自己也有买一组。噔噔，我这里也有两颗。噔噔，这样就有四颗喇叭了。这样子把四颗喇叭给放在一起的感觉，真的很嗨，好像演唱会哦，太酷了吧！演唱会现场 ，rock。这一组很值得收耶，好酷哦。然后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废废的没什么用，其实真的好像废废的。不过呢，他当初啊在出这个扭蛋的时候呢，他除了发光以外啊，他也有写到他的背面这里都可以放置记忆卡，这个也有，就好像自己放常常放音乐啊，或者是放在什么东西需要记忆卡的话，他这个就可以当保存使用，可以保存你的记忆卡，就是它的这个里面呢，就可以像这样把记忆卡插进去做保存。哦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办公小物，好像没有什么用。现在好像很少人除了手机以外再放记忆卡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先让他们在旁边吧。好的，那另外呢，今天我其实还有另外两个加码想要开的扭蛋。这两个扭蛋呢，就是你们也知道了嘛，有猫猫。就有分订阅跟按赞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就是要开猫猫啦。这一组呢，就是猫猫跳台。这个猫猫跳台啊，相信喜欢猫的人看到可能都会很兴奋吧。我就是其中之一。
我转了两个，我好像就真的转到这只胖猫了。等一下再来开这只胖猫。那我们现在开这只吧。这只好像是很多层的小猫吧？它有一二三四，上面这里还有一层。第一层跳高高装上去了，然后再把小猫给放上去，猫猫就在上面睡觉了。而且啊，看起来不怎么样，可是其实它很认真的把小肉球给做出来哦。这小肉球超可爱，而且下面有一个小嘴巴，很可爱吧？不过它躺在好像老鼠啊。好，我们来开最后一个吧。今天的最后一颗扭蛋，胖胖猫。哦，它这里面有多一个东西，好像是软垫吧？应该是可以像这样把其他的猫猫放在上面，可以像这样把其他的猫猫放在上面，让它们躺着或趴着吧。这个呢，它其实好像就是，对啊。那就是上面这一块而已，所以我这一块就不用特别弄。他就是把这只胖胖猫呢给爬上去，人家超可爱的胖胖猫是有做表情的哦，睡得很安稳。那他有肉球，而且肉球超可爱，他是公猫的蛋蛋，他就这样整个趴在上面了，好 Q 哦。这个猫猫扭蛋应该看到的人，喜欢猫的人会失心疯吧？这也太可爱。对，它还有好多层跳台可以用，它可以这样拆开，就变成说只有一二层哦。它每一层都可以拆耶，我还以为它是两层两层卡在一起的，它每一层都可以分开拆耶，好棒哦！所以这样总共可以分成五层来玩耶，超酷的哦。这样相比起来，这只猫猫真的是超值得的耶，这只小黑猫这个好划算哦。那拆开以后可以变那么多零件耶，噔噔，超酷的！那今天我们的扭蛋就开箱到这边咯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都可以去，现在外面应该都还有扭得到，因为我的扭蛋都不会太旧。那去外面的路上找找看，应该都还有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啊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以及分享哦。我是 MB 大熊 Much Bear， 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